欢迎来到广车讯 King Autos， 继鸿海电动车亮相，台湾电动车时代的来临真的近了。本周各大品牌新车上市，全新改款加配备升级 ，up up， 挡不住的强大气势。现在就带各位现场直击各大新车亮点，一次看 ，Go！精选一 ，Lexus ES 豪华房车小改款上市了。这次虽然单单看外观变动幅度并不大，不过真正玄机在于全车系升级触控式萤幕，而且内装配备及质感也一并升级。避免觉得红黑座椅这配色真的太高调啦。精选二，竟然是你。年底才会发表的 BN 专变 i 叉纯电修旅竟然在台湾现身啦，尖叫！实车比想象中更大更有气势，车内附有天然真皮座椅，还有超大曲面萤幕跟顶级音响，根本比家里客厅还舒心，人家舍不得下车啦。精选三，压轴果然最后登场，号称同级距空间最大的修旅车，大改款 Hyundai Tucson L 即日起开始接单，全车系搭载 1.6 升涡轮引擎，还标配了Level 2 ADAS 驾驶辅助系统，各位觉得这价位香吗？精选四，中大型油电房车 New Form Mondeo Hybrid Wagon 正式报道，还以甜甜价震撼台湾旅行车市场。不仅如此，连柴油双动力跑旅 ST Line Wagon 也一并现身，福特六合杀很大，就是要满足喜爱中大型房车的你。精选五，给好给满给到炸出来，明明是小改款，却把全部牛肉端上桌的 Santa Fe 不止配备上肉多多，连黑科技等级的 1.6 涡轮油电动力都给你，真的是性能与节能兼具。你以为就这样 ？Santa Fe 还有更屌的，卖个关子，下方试驾报道给他看下去就知道喽。以上带大家快速回顾本周热门新闻，更多完整内容继续往下滑到影片说明就能回顾文章喽。记得给我们一个 like，FBIG 也要 follow 哟。下周再见啦 ，See you。